放。有个冰哎，下面有个冰哎。啊，我的毛笔还炸开了，怎么办？十一时十二，八股被洗，快到我洋洋，我小珍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到了吗？啊，说到新年，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些围炉啊，放鞭炮等活动。没有错，那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是过年必的事情。好啦，总之呢，我们今天要来写春联喽。对，说到春联是中华过年文化传统之一啊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找了四位来自日本的同事来跟我们一起写春联。对，然后我们会用这种画画接龙的方式，还会分两种题型，一个是文字题。就是我们过年常见的那种组合字啊，春联上面会看到。对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图片题，没有错。那我们今天算是团体战，我们要来挑战答对超过一半的题目。那如果失败的话，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惩罚在后面，大家记得可能最后。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找了我们四位公司同事一起来跟我们玩春联传话。耶！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我们第一题。来。第一题，开始了吗？开始。啊，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开始。怎么样？知道。来，下一位。可以看。可以看了。来，开始。你给他东西吗？没有。已经开始倒数，时间到。好，来暂停哦，我们下一位，来七秒计时开始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大家要笑？时间到。最后换我了吗？请揭晓。这张呢？请问这是什么？这是四个字。这是四个字。这是四个字。不会就是水。这应该是水嘛？然后这应该是有运，然后这是旺旺吗？好运旺旺旺。错。好运旺仔。错。旺仔运运。错。差得很远。小珍美丽。定案。直接放弃。这是什么？我可以看前面的吗？好，来来来，我一个一个看过去。好。开门见山吗？对了，两个字。开门大吉。不是。这个是什么啊？是金沙吗？是啊，巧克力啊。巧克力吗？放弃吗？我们轮到洋洋来猜，开始，这还进宝哦，加油的，我没有办法帮你倒数哎，你先很快，几秒，好，来喽，预备，开始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预备开始，六五，我感受到桌子在晃。二一，非常激动哎哦。好，预备开始，七六五四三二一零，好，完成了吗？来，完成题是长这样。这么难的题，孙子兵法。不对不对，有个冰哎，下面有个冰哎，雪中送炭。其实这样真的蛮好看的，这个春联，是这样子对的哈。你瘦比南山，是不是有瘦？完全没有。提示它的字是长这样，是这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我知道了，有个错字边。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你们也不知道？太难了啦。这还有一个笑脸呢，哎，哭哭，这个表情哎，还是你要
往再往前，来来来，往前，我觉得真的不行，觉得有宝。这个字你跟我说没有宝，这个就是宝啊，宝。中文字就是这样子写。哇，那有没有背？有背有背有背而来，有背有背。来，你还有再两次的机会可以猜。哎，这个有感觉有了有了，赏有赏吗？完没有没有。其实我觉得修课写得很好哎。哦，这已经是第一章了。这已经是第一章了，这已经是第一章了。日文哎，左右像吗？像吗？有像日文吗？不行哎，这太难了。好，答案是平安富贵。来给大家看，原本是长这样。哦，平安富贵。平安在哪？那我们看我图片题。好，图片题先好了。前面都是那个设计系的，就是美术相关的，应该是美术系啦。没有，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题目是。好，预备，开始，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，时间到，来哦，请拿起你的笔，请拿起你的笔，很好看呢，来哦，预备，开始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，时间到。OK OK OK OK， 很棒吗？很棒，耶！太小哈了。好，预备，开始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，时间到了，来哦，换小口，可以脱眼罩，开始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一，来，时间到了，我也没有那么过第一棒哎，我靠你，来，你最后要看题目，哈哈，哆啦 A 梦了吗？七龙珠的那个，哦，七龙珠，不是不是，有四十，我提示它是一个可以吃的，在过年的时候吃的吗？对对对，过年的时候会吃，平常的时候也会吃，汤圆。那小口觉得是什么？你猜不到，你自己在画什么？这个毁在你这一棒哎！因为这个我也看不懂。那小哈觉得是什么？番茄。洋洋觉得是什么？我其实也在猜番茄或橘子。不对，答案是橘子。这可是那个地头会有点犹豫，到底是番茄。对，其实很还原，其实因为土长的是这样，对对，只是它后面变番茄，然后到最后不知道那个是洋葱吧。请第四棒的同事检讨他自己的画作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还有这个东西，没有人看得懂。我们现在答对率是零诶，来，那我们就交棒了。我们答对一题，我们就不要惩罚。发现太难。对对对，好，开始。谁的？哇，好好好，阿锦的笔哦，来，时间开始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，啊，完了 ，OK， 啊，对不起，刚刚说谁要检讨？小哈这样应该可以吧？小哈来，可以，可以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七、六。5 4 3 2 1 0，哎呦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5 4 3 2 1，哦，好，我们应该不用惩罚了，我们应该不用惩罚，请睁开你的眼睛，兔子，啊。然后后来想说这个画太难，我觉得你就是差点毁了。我刚看画完之后那一秒，我就觉得有点像青蛙。那小哈有知道是兔子吗？还是你觉得是青蛙？知道兔子。哦，知道是兔子。好，这题也算简单哦。好啊，那我们再一题哦。来，开始。
不应该坐在第一个的位置啊！我的猫咪还炸开来，怎么办？来，下一位，拿起你的笔，来预备，开始。兄弟，我们靠你了，真的靠你了。我们第一棒真的不中用，怎么办？有有有！哇哇哇！来啊！怎么害怕？来，开始。等等，哎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你看我其实不是怎么害怕。好，时间到了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哇！哦。确定吗？再想一下，再想一下，也是过年很常会吃的。是哦，汤圆。错，最后一次。也是热热的，也会冒烟。玉米浓汤。那就同菜汤类。你们觉得是什么？火锅。味噌汤。味噌汤。对。我也觉得是汤类。因为有一个碗的感觉了。那稍微嘞。我也觉得火。你看，他第一个是什么啊？看得出来吗？火锅，他到底在画什么？好了，其实是披萨。没有，正确答案是火锅。OK， 好啦，那以上呢，很感谢大家来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春联长话部分。这些可以让大家带回家，贴在自己的门上之类的。可以带这个，可以带没有这个不用。兔年行大运。好，你先戴这个帽子，我们两个长一样啊！好了，快点，来，好了吗？一二，订阅、按赞、订阅分享，要记得加入会员哦。出事啦！你在干嘛啦？我把你整个桌子弄都是墨。对，看一下大家，这样大家才会知道我们刚刚开场到底在干嘛。他把墨汁打翻了。Brenda， 对不起。